谢谢，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步步高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下面是最后一轮，就是海涛，你站在中间。现在海涛是好朋友，我们要衬托他的美。哦，走不走？哎，你俩别聊了，快这一轮开始了。Round two, ready go。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们要丑丑的好吗？好 ？OK。准备好了吗 ？OK。你们要丑丑的哦。快点，好嘞，快点。快点。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为了你，我眼睛都要瞎了。哎，你们觉得谁最弱？谁最弱？海涛最弱。大家用心说话，用心说话。其他的人，我们用心说话，觉得自己努力了，请举手。超努力的，眼睛都快瞎了，真的。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真的，海涛。我刚才在中间那一刻还是蛮享受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。并且你永远是我的女神，这是我史上照的最好看的照片哎！我串通了一下，让我啊，嗯，没有，就行不行啊？这有私底下的话，你要说出来。那我说什么？你就说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已经尽力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刘老师，你一下就翻盘了，你这样帅太多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觉得说，我就算是最努力的摆出我最帅的样子，跟你比起来，你还是比我好看，因为我是你的真朋友，在我的心中，你的光芒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你是真的美，真的，所以我不需要做回应。冰冰好努力的，冰冰努力了，冰冰姐，冰冰姐好努力。其实志廷也赢了，对，志廷怪不得我看他弄完之后眼睛都红了，原来戳着自己。太不容易了，要把冒着把自己戳瞎的威胁。好，那你凭冰冰赢还是志廷赢？我女神只有一个。OK， 我凭女神，我凭女神赢了，然后其他的人就是。都输了，其他人不屑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李志廷那么努力，跟我们是一样的。对呀、啊，他那么努力，你好歹不是谢谢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啊。哎呀，好娘啊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，希望让女神可以多接接地气好了。我们先问一下那个范冰冰，你平时会在家做饭吗？清了一下嗓子，咳了一下。嗯，偶尔。最擅长的菜是什么？泡面加火腿肠。加一点菜，超难的。可是能把泡面加火腿肠，加一点菜，加两个水煮蛋进去，能做得很美味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这已经是你的烹饪的极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李志廷呢？我最擅长是炒饭。炒饭。我炒饭说真的，真的挺好吃的，不错的。哪种？我有一个技巧，就是扬州炒饭那样。OK。嗯。你呢，福仔？我会一点点，最拿手的是芹菜炒牛肉。啊，这算是大菜吗？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，大厨了已经是，你好厉害，就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嗯，吴昕你呢？我们家都没有锅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对，吴昕的爸妈到长沙来看他，给他做饭，吴昕还要到海涛家去偷锅。对，什么油啊什么。所以你在家做饭的？我是平时在一些休息的时间是喜欢。好，那今天是这样，我们分两组好了。那个就是我们也请吴昕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因为我们别欺负我们的嘉宾，我们派出我们快乐家族里最不认菜的人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参赛嘉宾分为两组，在十秒钟的倒计时之内，需要记住大屏幕上出现的十样蔬菜，在接下来的三十秒限时之内，根据记忆抢到蔬菜，并一一说出每种蔬菜的名字。答对记一分，答错蔬菜名称或者拿到的蔬菜不在题目列表之内，不能得分。Ready, go。那个冰冰，你跟谁一组？冰冰，你行吗？志廷，你行吗？OK， 好，冰冰跟志廷一组，那富仔跟蒋劲夫跟我们西西一组，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可能会赢，至少认识个芹菜。我也认识菜呀。芹菜炒牛肉，至少能认识芹菜。先不准看，
来，先不准看，不许看，先看大屏幕，先看大屏幕，先备菜好吗？十秒钟，来来来，看前面的。对，十秒钟。羊肉串儿，预备，开始。Ten, nine, eight, seven, six,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Time up. 30秒钟计时开始。好，卖菜了，卖菜了，我们这的菜很新鲜，我们有这个菜，有那个菜。我们的菜主要是卖菜的不认识菜。我们的菜这是最关键的。我们菜新鲜，也没有人给他付钱。我们都是今天那个哇，你们也不付钱呢。哎呀你们，哎呀，今天的菜卖光了，打烊收工。哇，您生意好啊！拿错扣分吗？拿错当然扣分了。再挑挑。不，请坐。现在来不及了。好，来，我们首先来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吴昕和夫仔这一组都抢到了些什么菜。刚才的题目，我们一个个来对。好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这个是什么菜？油，这是什么麦菜？这油麦是芥蓝吧？什么是芥蓝油麦菜？给师傅，我们组觉得它又是芥蓝又是油麦。那它是混血吗？对。这个菜有妈妈，现场有妈妈买菜的，这是橄榄还是油麦菜？油菜？油麦菜吧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木椒了。全世界都是，这是橄榄呢？这是木椒了？芥蓝？是油麦菜吗？绝对是橄榄。芥蓝不是那种很长的吗？哎，对啊，绝对是橄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清楚？虽然我不认识菜，但是我有图。好，盖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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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算你们对了啊！下一个，葱，有一个葱。你拿着葱呢？不是，那个是韭菜。不是，这是葱。这是葱。这是葱。我看成这个了。那个呢？那个也认识啊，那个也认识。你找谁呢？这个也是葱。这个大葱。对。大蒜，好不好？你薅着他头发就把他薅起来。我知道，你们说这是葱，这是大葱，对不对？但哪一个是刚才十个之内的？刚才有葱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拿干嘛呢？不是说，所以那十秒钟你在干嘛？放空吗？我这些都是我抢的。你现在你们两个决定一个，这两个里面哪个是？哪个是我们里面要的？要这个吧。我觉得好这个吧，这个大葱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好，刚才志廷说细的那个，志廷说细的那个。听他的干嘛？他那么娘。炒饭要有葱才好吃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那个茼蒿有吗？刚才你问我呢，我卖菜的，我就是一个卖菜的，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这个，一抢而空。有这个芹菜，香菜还是芹菜？有这个，有这个，这个芹菜是我每天都芹菜，我每天都炸过卷心菜，这是卷心菜，就是苋菜，有苋。好像有一个红的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有这个，这啥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个红什么东西的？这个是红菜啊，就是苋菜，对，苋菜。我的妈呀！怎么有股吴昕有人娶了你，真的倒了八辈子霉了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莴笋叶，对不对？莴笋叶。你把这个薅出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那个，不知道。那行，不能乱来啊。OK， 好，这是你们抢的，以及你们的答案。现在他们认为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他们认为这个七个菜是。刚才的题目里有的，而且呢，分别给了他们名字。冰冰，这些菜你都认识吗？一脸茫然，好吗？认识。好 ，OK。这个刚才说是叫苋菜，对不对？这分明是一把紫苏啊！对啊，应该是紫苏。啊，这么重的紫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夫仔最好笑的，他闻了一下，这个苋菜一股紫苏味道。这个刚才你们的答对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。盖兰算你们对，大葱算你们对，油麦菜，这不是大葱吧？这个不是大葱是什么？哈，这明明是大蒜、啊。谁说不听我的？哦，蒜苔是吗？这是蒜，不是大蒜，大蒜。蒜苗啊，对对，蒜苗。大蒜不是，这是大蒜。这不是葱，不是大蒜，大蒜，这不是大蒜，大蒜是圆的那个。等一下，问妈妈。蒜苗。这是什么？大葱还是大蒜？大蒜。
白素椰子上。对啊，大蒜叶子就是它底下就是那一颗颗的那个大蒜嘛。大蒜跟葱在菜的方面那个用途是一样，提味用的，所以也算对。芹菜是没有的，没有芹菜。卷心菜有吗？没有芹菜，卷心菜有，所以你们才答对三题。好，我们听一下冰冰和志廷这边。好了，我们这边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大葱。大葱。大葱回答正确。这套题对了，大葱是对的。这个、大葱是对的。这是什么？你别说话。这是什么？我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苋菜，回答正确，啊、有苋菜、啊，有吗？对两题了。莴笋。莴笋，这个是莴笋，但是没有莴笋这个选项。那就是茭白。啊？献给启明啊！冰冰你，冰冰你是女神了，但是没有神到可以随便叫一种菜，它叫什么？换了个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每天香菜，香菜有这个题，嗯，白菜吧，小白菜，生菜，啊，也这是生菜，对，有生菜吗？有生菜吗？有吗？生菜，没有，捞，等会儿我再找人。第二个那是什么菜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？这个你肯定认识。笋。刚才你取名呢？给他换。笋。你也太笋了吧！太笋了。知道吗？茭白。茭白，对，有茭白。李志廷是完全不认识，对吧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让你说嘛。李志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啊，在这一轮。是什么？这那个。这是那个、啊。这个是题外的，没有用的。三个字。红薯地瓜叶吗？红薯叶，对对，红薯叶，对，这个有的，有的，没事。哎，这个你刚才没说的，这是什么菜？这个、你应该认识吧？这个当然认识吧。这个，他是真的不认识哎，不可能啊！他摆出一副你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夏天都要吃的，这个就是草吧？你不吃空心菜的吗？哎，这是空心菜吧？不是空心菜，这不是空心菜，这个不是空心菜，我吃过空心菜，空心菜心是空的。这是空心菜，这个肯定不是，这个杆里面是空的呀。空心菜，闷菜根子。你不是卖菜的吗？空心菜根。这现在太变异了都。好了，相对来说他们答对多一点。冰冰，你觉得现场的男生就主持人呢、啊，包括你一夜惊喜里面的演员都是什么菜？以你的角度，我觉得何老师是香菜。就不喜欢吃香菜。为什么最讨厌吃的就是香菜？我不吃香菜，但为什么我是香菜？因为香菜就是需要在每一个菜系里面都要有它的调味啊，所以他何老师就会在那个每一个地方给人带来欢乐，所以他就要调一点。好，全能，对 ，so sweet。然后呢，维嘉是什么菜？地瓜叶。维嘉为什么是红薯叶？为什么是这么偏的一道？大家也很少点的。其实地瓜叶很好吃的，如果在它的那个季节里面啊，是非常非常有营养。所以维嘉是已经不当季了吗？OK， 好，那海刀是什么菜？海刀是嘎的白。这我就不问为什么了。我哪里有像嘎的白？真的脸型。蒋劲夫是什么菜？蒋劲夫是什么菜？蒋劲夫是大葱。蒋劲夫为什么是大葱？卷饼是菜系里面啊，这是 OK 的。味儿。菜系里面身材很好啊。味儿最重的吗？如果跟香菜比的。那我李志廷呢？李志廷找找还有什么？李志廷是笋。我肯定是笋。李志廷是高山娃娃菜是吧？他为什么是高山娃娃菜？很嫩啊。因为我觉得他是属于比较有才。那个有才。那应该给他找坨油菜。
油菜谐音油菜是吗？就是奶奶的那种。奶奶的啊，给人感觉就是嫩嫩的奶奶的感觉。OK， 好了，我相信这一趴肯定会让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，就特别是熟悉这些蔬菜啊，平时会做家务的朋友会觉得阿姨眼镜，这些有几个阿姨已经现场坐不住了，已经该要愤然离席，说你们这些演员怎么回事啊？但其实我挺想学。主要没有做菜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先把菜认全再说，其实还是一个生活情趣吧。没错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这个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小的环节，就是今天有三位要报名，想要跟这个女神一起去远行。那么我们看看他们箱子里都要带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看看范冰冰到底会选谁要去跟她旅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和女神有个约会，那如果你要跟范冰冰一起出行的话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心愿哈？你希望是什么？就是他跟你出行了，还要完成你一个心愿，为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他要遭到这样呢？因为女神好不容易来一次嘛，想让她留下点什么。又咂巴嘴。我就想在我的那个……我拿完麦你还没说、啊。就是想在我的照片后面留下一个唇印。就是女神要看你的照片，然后亲下去是吗？对，亲照片。那她一定要这样才稳得下去、啊。好，这是你的心愿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样：如果你要和女神出行，要和范冰冰出行的话，只能带一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海涛先展示一下、哎。那行，那我就先来吧。在这个环节里面，我们将会淘汰一位。就这一轮就淘汰一位。那来吧，箱子展示过了，来吧。对对，海涛被淘汰了。好，谢谢海涛。这么快就淘汰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大家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女神是女神，但是其实女神也是人。我的这个东西啊真的很管用，因为女神其实也有小女人的一面。那白天的时候我可以保护女神，我可以在女神身边，有什么危难我都可以挡住。但是晚上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谁说晚上女神得跟你在一块儿、啊、她白天已经就是将就跟你在一起了。她的意思就是晚上不能在一起的时候。对，晚上女神不能在一起，但是女神需要我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时候你是有办法了。好好，哎，你要拿开。哎呀哎呀，好可怕！这个，好可怕！是一个真的，不是他是有名字的。这是飘哥吗？不是，他有名字的，他叫屁桃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跟我长得特别像，然后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跟我长得越来越像。然后我就觉得女神可以看到她，就是像看到我的一样亲切。我说句实话，要夜里旁边放一这个，我会害怕的。女神也觉得我这么喜欢娃娃，我都接受不了这个。我们俩都同样喜欢娃娃，我们同样都接受不了。不，她跟我长得一样。好，恭喜海涛已经被淘汰了，谢谢，来掌声祝福她。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呢？你可以淘汰我，但是可不可以把她留下？冰冰，这个拉链拉住了，你封个印吧。让他再也不念个咒语，让他再也不要出来。来，预备，是你儿。好，收住。我们看富仔的哈，富仔，哪个是你的？富仔是个勤俭的小孩，这个箱子陪伴他多年。这箱子这么重的、啊，这箱子也有这个蒋劲夫的感觉哈。走南闯北，哇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给球打气的打气筒。这个女神，你有考虑过女神的感受吗？那边就是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了。这没打算跟我们公开的，这就是一些日常的衣物而已，很多天没洗的袜子什么的。跟女神出门了以后，让女神慢慢帮你洗。这个其实可以锻炼一下。这是蒋劲夫的箱子里面会必备的，他就算是跟女神出门，他也不会把自己的。好像海涛有点赢哎，这样。没有，他不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女神身上一分一秒，他依然投入在他的篮球事业当中。我这是真爱女神啊！所以你不管是跟谁出去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，是吗？哎呦，没有，你练篮球有什么用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应该很轻松的吗？这个小箱子呢，就是我每次去拍戏都会带的。但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管用，然后就是每一次过安检都会被人查的，因为他用那个 X 光去照一照的话，看起来很有问题，就要解释很久。为什么？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哎呦妈呀！你们有考虑过女神的感受吗？这是谁？所以其实就像奶粉呢，你一直在做经销是吗？这是什么？是保健品啊！这是你是哪个区的代理啊？998，这是健身奶粉。健身奶粉，那个对，这个是跑完步后要喝的，这个是健完身后要喝的。因为其实呢，
其实我知道女神日常生活太累了，然后我已经让她去健身了嘛。如果她健完身还要工作，那不补偿一下，不补一下，那就不太好。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分装这件事情，就是小瓶分装。你这是多少天的量啊？这个是一个月的量。一个月要吃这么多？吃这么大？你是一颗植物吧？这是肥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果卖不了，所以卖了一个指甲去。如果冰冰赢选了你，你就会请他发展他成为你的下线是？好，那现在要请这个冰冰，这个非常善良的冰冰，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在这三个人当中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淘汰海涛？别啊，别啊！就两个运动系，一个屁桃系。我也选两个运动系吧，可能还有一点点。哦，对，我去运动啊，我有运动。但是你腰伤了呀。我跟你讲，你冰冰姐是心疼你，因为她知道接下来这个环节要掉威掉威亚，她舍不得你。啊，那淘汰你都是为你好。那她淘汰我可以还为我做点什么吗？不会了。她为你做的就是淘汰你。这么感人。看了一眼你的屁桃。对啊对啊。啊，哎呀。你是说就是想要冰冰在这个照片上亲你是吗？是魔法的意思。其实怎么都行，也不用强求，就是看女神的心情。那她把你那个照片这样拿过来扔下扔地上可以吗？她只要别撕都行。她要是没有心情去接这张照片呢？那就反正进行后面的节目。哎，你可以拥有这张照片的一个唇印，但是要换来这个唇印要换得你3年不跟女生交往。你有种要封印的感觉。你们要见证这3年当中。好吗？确定啊。不后悔。不后悔。你觉得他后悔了已经。不后悔不后悔不后悔。好难啊。哇。海涛看海涛活不下去了，快看，激动的活不下去了。你别使那么大劲儿。他也没有这3年一说，因为撑不撑得过今天都不如。但现在已经活不下去了，心跳过快。何老师，他心跳快不快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从内心？哎呦，我开始那个有金星了的咕嘟我。你是不是从内心里真心的感谢娜姐去留学这件事情？娜姐去多久啊？3年。坏人，你这个坏人。OK， 好了，你要为他做什么？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做什么。我真的，我看我的实际行动吧，好吧。我现在也有点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威亚版的谁知女神心，有请。